我跟彭于晏是父子，他合作六拍王飞鸿拍太极，每次见面都叫家回爹地，不管是工作上面生活上面，他一直是我一个很好的家人。知府是从小到大带他出生的，香港律师界那种师徒关系是很传统的，他是这么多徒弟里面师父最欣赏的一位。我们两个是朋友，非常好的朋友，合作过很多不同的角色，有大量的一些资讯交流，跟他这个默契在一个新的合作里面还是会产生新的火花。你不要吹爆了，刚刚你干嘛？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拍戏，十八十九岁时候就认识了，13年了。大家都喜欢骑车很匆忙，他们家开餐厅，我也去他家吃饭，就都一直很要好的朋友，在里面打了半死，他都不出手的。其实这家伙太靠谱。整个话题里99%都是我以前共事的同事。我们是训练班的同学，大家轻松，跟他合作的时候很容易投入，也不会给你压力。一个电视台的时候，发哥已经是洪小生，我还跟着他跑过龙套，没想到那么多年以后，今天又可以碰到发哥。他们给我很多力量，特别有感触。他跑出去的时候，我在慢前面；我跑出去的时候，他在慢前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 OK 啊 ？OK 啦，喂，我唔得嚟，第二个啊，呢个得唔得？得啦 ，OK， 好嚟啊，第二个。两个男人的感情，跟老朋友对戏，我觉得真是很高兴。虽然时间短，都好珍惜嘅。